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你当然不客气了。我们闹过了嘛，不要胡说八道，人家怎么可能会喜欢我爸？对不起，这是不可能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也是你喜欢的人。真的是这样，是这样啦。不用怕。台庆巨献小陈医生，每逢星期一至四晚上9:30，原创强档只在八度空间。